唐三一挑三，亮出十万年魂环，对战四元素学院。萧天雄，好久不见，你认识我？敢问阁下是？五年不见，变化确实很大，难怪各位不认识我了。我是唐三。什么？你是唐三？机缘巧合，我的相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难怪各位故人不认识我了。我看不如这样好了，就由我来单独领教三位的绝学。如果唐三输了，任凭三位处置；如果唐三赢了，今后四元素学院看到史莱克学院，请退避三舍。唐三，你也太狂了！好你个唐三，五年不见，你竟然变得这么嚣张！小天，答应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，同时对付我们三个人。唐三，你要是输了，就任凭我们处置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让你做奴隶，你也肯吗？只要你们有本事赢过唐三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赌这一战。唐三，如果你输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请你今后跟着我一起为四元素学院的强大而努力。疾风双头魔狼附体。魂帝，他竟然也已经是一个魂帝了。61级，敏攻系战魂帝。54级，控制系战魂王。53级，强攻系战魂王。怎么，你打算现在就认输吗？快亮出你的武魂。唐三抬起右手，武魂骤然释放，那代表着实力的六个魂环刹那间出现。为什么会是十万年红色？是谁？